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这两个向量长度一样，那么 x 多少？按照这个向量的长度哦，等于多少呢？用毕氏定理嘛，这根号呢，二的平方加负四的平方。那这个向量哦 ，v 依照毕氏定理是负四平方加 x 加一平方。好，然后两边给它平方以后，给它相等起来，这把它平方是16嘛，16加上4，这20，它会等于这个，平方以后4是16，加 s 平方，加 2x 加1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解出来，就 s 平方加 2x， 17减20。负三等于零啊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应该有两个解 ，x 加三 ，x 减一等于零，所以得到呢 ，x 等于负三或 x 等于。